回到从前，所有一切重演。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？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迎着风向前。都说男人寂寞了才会想起女人，而女人是因为想对方了才会感到寂寞。如何判断一个男人联系你是因为寂寞还是因为爱你？第一，联系的频率，每天都联系你的男人呢，往往都是真的爱你。但如果这个男人长时间的不联系你，突然之间呢找你，平时的时候和陌生人一样，那他是寂寞了才找你。第二，看聊天的内容，如果他跟你分享的是他每天的喜闻乐见，那他是真的想你了。如果他没说两句话就开始聊你，毫无疑问的那是因为他寂寞难耐了。第三，学会要求，男人寂寞了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想和你见面。真的想你的男人呢，不会真的要见到你不可，你能分得清楚吗？夜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。那个石头在动。忍びの時代は終わる。好，不错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多放了一点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小兄弟，明天大哥带你吃大补的。哈哈喂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认得你，你他是那个赌鬼的你。享受吗？你想干嘛？希望你们不要太早就死了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等你们呢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敢了，放过我们吧，对不起啊，放过我吧。老公，他是谁啊？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吃饭了。好饿呀。
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还不饿。春风摆满头，我的心一生穷途无言的送赠，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高举爱望着晴朗。丁局长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又来给您添麻烦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回去吧。丁局长，你先别着急赶我走。今天不是我找您，我是跟我们端总一起来的。我们端总有几句话想要跟您说。请坐。薇薇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您今天找我有事儿啊？光盘里的东西，以最快的速度放到网上。豹哥，你放心吧，今天晚上就让你看到效果。好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是对我不错，但是你对我老婆更好。不，你误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敲了我高成的老婆，你是王八蛋。我高成敬畏你的公司，连身衣服都没换，替你卖命，替你卖楼。拿着我替你赚来的钱，你睡我老婆，睡我老婆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真不是人，你是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睡我老婆爽不爽？一无所有的感觉，爽不爽？我告诉你，王明，你现在还剩下一个，等着去死。就算没有了结果，就算没有了承诺，用心去爱都有美丽的花。男人要无所畏惧的承担，做一个男人要有孤独和傲慢。尽管生活在平淡和无谓的心酸，做一个男人要挺起胸膛，坚强勇敢地去面对过往，疲惫地抵抗时光的创伤。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啊。Wake me up on you, 不可定人的盼，喝得赞的一关送着念念。把爱崩碎，抱你来牵不牵 ,David and Zadi, 空气那车来。我养了30年的女儿要交给你了。老板放心，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。把心偷偷给别人了。你一定要像疼爱自己的眼珠一样去疼爱他。
安房，更好的别墅。还有这张支票，也是你的了。可是我更希望我的孩子有个名正名顺的爸爸。好啊，那你就叫我老婆公子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等孩子出事，你们母子俩就是我们老刘家的人，我一丝一毫都不会亏待你。嗯，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了，公司有事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也要照顾好儿子哦。前几天去哪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急死我了！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姐姐，我舍不得我们的孩子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平安出生的。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，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，心里一辈子都不平安。孟瑶肚子里怀的不是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你！我还有更大的秘密没有告诉你。那我要钱，200万。我可以保证你们刘家不会出现天大的丑闻。不要，起来。怎么了？我问你，肚子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当然是你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周美娜今天跑到我办公室来问我要200万，说是要买我们刘家什么丑闻。肚子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当然是你的了。我敢对天发誓，这孩子出生了一定姓刘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大家。吴总，公司那边有事情，需要你亲自去处理。对不起，我是医院那边来电话，少爷不见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垃圾要扔进垃圾桶里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这么明白，你自己扔不就得了吗？垃圾要扔进垃圾桶里。臭小子，找死啊！滚开！垃圾要扔进垃圾桶里。呸！你这人。垃圾要扔进垃圾桶里。你烦不烦呢、啊、你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住手！走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来，没看见他是一个病人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管他什么病人不病人的，他挡着我开车就不行。别怕。细雨，你告诉我，他在对你做什么？垃圾要扔进垃圾桶里。是他扔的吗？是你扔的吗？扔个破易漏罐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脑子有问题。你自己没有公德心，你还说别人有问题？我今天真是倒霉了。来，别走，小心。你说什么？别在这儿得寸进尺啊！别以为你是个女人，我就不敢打你。好啊，那你快打吧。好，不怕是吧？有本事你就站在这儿别动。哎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道歉。管闲事是吧？跟他们道歉。哎呀，行行行。